在 Peach Field 的那个 town 就走到了这个山上，这个山叫做 Mount Greylock State Reservation 啊，就是还是保留区，以前印第安人他保留。你看这 Visitor Center 现在还没开，要到五月底才开，今天才4月23号。你看那个 Massachusetts 的国旗啊。然后它是白色的底，那我们啊，纽约是黑色的。这 visitor center， 你看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啊 ，we are here 啊，我们准备走这小小的一个 trail 啊，然后以后呢，天气好，5月28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走到这个山顶上最高的这个山顶上面啊，有3000多 feet， 可以看到好几个州。你看它有瀑布 ，supposedly 在那上面还有这个塔，非常的漂亮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看就是还有雪，所以待会呢。天气变冷了。